环球骑行到伊朗，自行车被换装了，看一下，弄得还挺别致的哦。其实不是啦，这个我现在所住的这家家庭式的青旅啊，然后这是大院，然后在大院里看一下，不，挂满了各种地毯，还有挂毯。你们看一下这环境，住在一个被挂满地毯的这个青旅里，这地上、沙发上，然后桌子上，都是全是。就这户人家，然后老板70岁的老头，他是一个波斯地毯僧。然后他有自己的工厂，这各种图案都有。这还有耶稣呢，耶稣怎么留脏辫呢？大伙看一下，配上的内饰，这样的房间是睡着，我觉得还是蛮舒服的啊、来揭开一下地毯的面纱，哇！各种挂毯，这是波斯地毯仓库。这来马沙德，其实除了休整，最重要的事情是再去问一下这个土库曼领事馆，看一下这个土库曼的过境签啊，不是那种抱团的，看能不能申请下来。如果可以的话，能不能申请7天，尝试一下吧。去看一下，穿过马萨德熙熙攘攘的街区，车水马龙，看会不会撞过来呀、啊？我在伊朗，这种没有红绿灯的路口，就是看司机，跟司机赌，一个敢撞，一个敢闯。这到底是失望呢还是啥？反正就给了我一个宣传册，还有一张名片。这不就是旅行社的名片吗？他说这里办不了签证，任何签证都办不了，签证只能去边境办。但是前提是获得邀请函，获得旅行社的怎么样。就是到了边境之后再决定是到底是给边境，就是过境签还是，抱团的。这土库曼的行程让人很头痛，这咋整啊？找旅行社直接就抱团呗，还是啥？我是特别想骑一下，因为坐车太没意思了。看一下这个土库曼的宣传册，还能有啥呀？首都呗，然后地狱之门呗，汗血宝马呗，好，这边看一下系统处理。想一想，先下来这个路该怎么走？马什哈德的夜市，好多干果，我也变回人样了，然后就是这样逛着这个夜市。还挺时尚的。感受一下伊朗的特色小吃，咋了？听不懂。芒果，颜色太深了，感觉像加了色素一样。不过味道还行。这么有仪式感，那个是我的，一样的呀。Thank you。想吃吗？宝宝来吃。这个是伊朗的圣地，马什哈德的拉扎维圣地。很壮观呀，也很漂亮。
我说遇到个情况，我这车给了10美金，然后的当地朋友邀请的当地朋友，然后他非得要把钱给要回来，这还我是第一招。我觉得这个价格10美金很合理的，他觉得我吃的太亏，吃的大亏了，太执着了。我咋整啊？摇头啊，我都不好意思参与，毕竟这人家地盘。你倒给了，哈哈哈哈哈哈！这弄得太尴尬了。I order price, don't worry,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大家觉得你亏的太多了，因为2美金跟10美金相差5倍呢。好，行，我任性了。我操，又追回去了，怎么这么执着？我们在中途那个上了车，然后礼物都没准备。没关系，这个房子10万美金。10万美金？对。啊。Hello， 哈哈哈哈哈 ，Hello，Hello，Hello， 咋了，小朋友？礼物没准备啊，不好意思。带上祝福来。这什么呀？上菜了。在这波士地毯上面垫一个垫子。还有那个。这还没白忙呢，还有呢。这忙活着，哎，也特写。不要给，不要。OK。这茄子啊。天哪，还没的。伊朗版的肉末茄子。它不是肉末。肉块是吧？不过我感觉好像伊朗人也挺喜欢吃泡菜的啊。泡菜。对啊，这是泡菜吗？这个就是。这是泡菜啊！我天，必须来点开胃的就。哇，齐了龙龙，来吧，老铁们，欢迎来伊朗做客呀！对。大哥来了有挑战性的呀，夹豆子呀！怎么这么艰难呀？我来试一下，就是夹豆子，你也夹不住了。可以啊，左手一个，不是右手一个，左手一个。你左手能行吗？左右开弓。全是下什么叫左右开弓？牛逼！我操！我直接用小朋友试一下。他也要吃，就是前两个。OK， 这是伊朗的这个手指的一个单做的，我不知道怎么弄。我知道。奶奶。太难了。他们那个就是在伊朗这个节奏是很多人都会打的一个节奏。不会啊。撒浪。咋的？你把醋都给我了。鸟都不放过。这个挺小的。
ولی تو خدای منی نانمون هیشگی میده تر نمونه این کادس یاری مونه به تو علاقه نلگی دارم دوام ببود تنی محل باز کادم تو فنگی سر بالا دم یاقی فقط تره دوست دارم三十一显老，哎，老了，在伊朗能吃点蛋糕，好开心啊！到两点才散场，我得快两点半了。来休忍的日子里，除了更新视频，也要把自己的身体给补起来。哇，因为有这种杯子，还是要有点仪式感哦。看一下这个菜，炒了一个牛肉，然后米饭。来，各位，进食吧。嗯，伊朗的长条面包，这是伊朗的主食，最常见的。平时如果他们不吃别的，可能也就吃这个。嗯，这边伊朗的消费其实跟国内都差不多，相当的。买一顿就这个牛肉。差不多四五张吧，反正一张50万的，应该是50万吧。对于这个钱老是混着的，特别难。1、2、3、4、5，50万抵押。嗯，这10万，这不就是1美金吗？除了这样算。更快捷一点，其他的懒得动脑啊，所以这钱每次出去都带一打，感觉很有钱似的，花的特别快，其实没几个钱。嗯，来，各位，实话。来到伊朗，天天都想跟我过节似的。来，小酌一杯。哟，来，干。你干啥呀？干水呀？嗯。白的呀。对啊，这阿富汗的呀，这鹏哥买一送一，送了一瓶给我。行。挺馋的，有喝的就行。酒和我，你选一样。啥？酒和我，你选一样。你的意思就是美酒和美色，你选一样呗。我选酒，你选我行不行？这不就两全其美吗？你喂我是吧？嗯，在离开马什哈德前，来，这是老乡，来一起吃火锅。Hello. 这家家庭旅馆，瓦里不是喜欢吃中餐嘛，然后告别的时候来一起搞火锅，搞了一个很大的牛排，10美金，
贵吗？按理来说，其实$11，给了11张嘛，550万。对对，$11。嗯，在伊朗吃顿牛还就新鲜的，还没做呢，550万，什么概念？然后这还有从塔吉克斯坦带过来的粉啊，火锅搞起来。来来来，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实的烹饪方式。我去，是吧？大伙是不是溢出屏幕了？我的天哪！大伙是不是笑喷了？高端的食材是吧？然后往往以最朴实的烹饪方式展现出来，这一包火锅底料肯定不够啊，流口水了吗？各位美滋滋啊。 Yes, Chinese hot pot. 嗯，他非得要喝汤。嗯，吃中餐是需要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嗯，All right, good. You didn't go to China, but you eat too many Chinese food. So maybe one day I go. Mm. In 2 years, I retire. So maybe I will have time to go. Mm. Me and my sister, we like spicy food. Yes? Yeah. Chinese hot pot.环球进行从阿富汗来到伊朗，现在正式开始骑行伊朗。在这个伊朗的马萨德，然后在什么旅馆？威利霍姆斯丹。啊，对。然后在这待了一个礼拜。啊。辛苦一下这摄影师了，也这个遇到同胞了，然后也是刚从阿富汗过来的，应该没赶上那个赫拉特地震啊。没赶上。啊，没赶上。但今天早上经过赫拉特，那个没看到有倒的东西。对，我是逃过一劫，我是地震的，就是当天我刚好到了边境。那你还算运气不错。正式骑行伊朗之前，然后特别欢迎新关注的朋友啊，现在全网好像是这个突破100万，就是所有平台，然后这个左下角我会把这个。各平台的这个粉丝量全部都打出来啊，然后开启新一天的行程，也是新国家的行程。伊朗是我10年前已经骑过的国家，然后来回味一下。嗯，就是先去骑到里海，然后再骑去德黑兰。未来的一个方向有可能不去土库曼斯坦了，因为我觉得去土库曼包一个团，然后花个好多美金，然后又不能骑车，就太费劲了。然后我觉得还是另辟他径，然后走伊拉克吧，或者说再去土耳其。所以先骑到德黑兰再说，走吧。